Hello， 欢迎回到《迷你世界》第一集第二节，我是影月。Hello， 我是健次。我是小夫。是啊，健次啊，刚刚呢，你讲到光明会呢，其实是一个什么会来的？光明会呢，其实在美国的即是叫神秘学界里面都很出名的了。他们呢其实是脱胎自共济会的。共济会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些宗教，其实跟宗教团体有关系的。但是呢，这个光明会呢，他除了宗教的意义之外呢，他还希望是做一些可能政治上的东西，经济上的东西，去建立一个叫做世界新秩序的。即简单一点来说，它就是整個世界政府背後的一個幕後的組織，就是那個幕後黑手嚟嘅，企喺度揸刀叉切我哋嗰個人啦，就係、是。冇錯啦，就係、是、做刀叉嗰條啦，就係、是。咁咧，佢哋班人咧嘅組成咧，主要都係嚟自世界上面最有權力嘅人士，即係銀行家啊，跟住譬如一啲大企業家啊，頭先我哋所講嘅洛克菲勒家族啦。同埋呢一個叫做羅斯柴爾德家族啦，呢兩個好有錢嘅家族，加埋啲資產咧，可能去到幾十兆美金嘅啦，都係呢個光明會嘅成員嚟嘅，係啊。咁而且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佢哋為咗達到自己的目的咧，係不惜去發動戰爭，同埋製造經濟恐慌嘅。嗯，係啦。補充多少少咯，其實呢個光明會咧，我哋成日聽咧，其實佢主要嘅成員都嚟自猶太人嘅，通常都係猶太人嚟嘅。係咁，但係講起光明會啦，講起呢件事，咁其實頭先。我哋睇嗰條片啦，其實係點樣會出嚟，會俾到公眾知道嗰條片嘅存在嘅咧？頭先可能有啲族友咧就去咗洗手間啦，冇留意到件事啦。咁我哋頭先咧就介紹咗兩段片嘅，就係咧就係光明會裡面嘅啲食人儀式嚟嘅。咁其實點解會有呢段片出嚟咧？最主要一個關鍵人物就叫阿 Bob， 唔係光頭嗰個嚇。咁個阿 Bob 咧係咩人咧？佢就係光明會裡面咧一個重要嘅成員。他負責咧係啲重要嘅儀式嘅時候咧，就負責錄影嘅，即係呢個御用嘅導演光明會嘅。係啦，可以咁講。咁咧，佢錄影完之後咧，就拎咗兩餅帶啦。佢咧就帶咗出嚟俾個朋友睇過。咁個朋友咧係普通人嚟嘅啫，就唔係光明會嘅成員嚟嘅。佢睇完之後覺得哇，好變態喎！大佬你做咩？即係走去食人嘅嘢咁樣，搞到心理上面仲有陰影添。佢話嗰陣時咧睇完之後咧發惡夢嘅係會咁。過了十年之後咧，喺中間呢段時間咧，佢話，因為阿 Bob 叫佢唔好俾人哋睇乜嘢係，同埋咧就話叫佢同佢講唔好話俾人哋知。不過咧，佢就冇再見過阿 Bob 啦。有可能阿 Bob 咧俾佢睇完之後咧，就俾光明會嘅人發現咗，就已經滅咗口啦。唔知道就唔知點樣對付咗佢啦。總之係係啦，消失咗啦。我哋知嘅呢樣嘢係啦，佢永遠都唔會知道究竟真相係點樣。係啦。咁咧，淨係知道佢唔見咗人咯，淨係知道佢唔見咗人。已知嘅現實就係消失咗。咁呢個人咧，佢因為心理即係佢覺得哇好驚啦，咁佢需要宣泄啊，佢又揾個神父，佢同神父講話：喂，我想告解啊，我想話將我睇過嘅嘢講翻出嚟啊。咁神父話：咁你既然咁講，咪講出嚟咯咁樣。咁就鼓勵佢講出嚟啦。同埋咧，佢唔單止喺神父面前講，仲走去邊度咧？喺網上面就寫低咗佢睇過啲乜嘢，係啦。咁然之後咧，呢一件事咧，先慢慢咁樣流傳翻，俾成個公眾去知道咯。呢件事就係、是，係啊，嗰、那個內幕係咪就咁樣啦？但係其實我又想問喎，光明會你講到係全部都係做一啲控制世界霸權啊、操縱世界經濟啊、種族清洗啊、世界新秩序呢啲咁嘅嘢噶嘛？咁理論上佢係唔會做一啲譬如喺屋企舉辦食人派對呢啲叫做勢威或者旁門左道嘅嘢噶嗱。呢一樣嘢，阿小夫問得好噶。咁點解咧？原來咧就係話有一啲咧，光明會嘅成員咧，將撒旦教嘅教義同埋儀式咧，帶咗入去光明會裏面嘅。咁佢哋咧帶咗入去之後咧，係令到成個光明會咧有少少變質噶。咁嗰陣時嗰個阿 Bob 啊，就係因為睇到話光明會變質，所以佢先至叫做冒死，係啦，唔係抽身，係冒死，係將嗰啲帶帶去俾其他朋友睇一睇。係佢又希望做到個影響力，可以話。有冇辦法去改變翻，令到光明會變翻以前咁樣咧？係啦，咁嗱，其實撒頭先講撒旦教啦，其實咧撒旦教咧可以係現代嘅社會裏面咧，同所謂嘅食人魔法咧就最有關係嘅，係啦。咁有啲咩關係咧？咁我哋就交俾影月去講一講啦。去片麻煩。Hello， 大家好啊，歡迎嚟到第一集嘅迷離世界迷離閱讀。以後我就會喺度同大家分享神秘學上面嘅小知識。自古以嚟咧，人類就有食用人肉嘅習慣。最初，人肉其實都只係一種食物嘅來源。有啲考古學家嘅估計，現代智人近親尼安德塔人就好有可能係俾我哋祖先屠殺並且食用，
而慘遭滅絕嘅。後來反靈信仰興起，死人嘅行為就開始具有某種宗教嘅意義。古人認為人死咗之後嘅靈魂仍然被困喺肉身之內，所以佢哋將屍體食咗去，係靈魂得到解放。後來主流宗教對呢啲信仰嚴加禁止，於是食人就成為咗一種不能説嘅禁忌。中世紀嘅時候，食人往往同魔女、邪神崇拜畫上等號。在各種形式的邪神崇拜裡面，最出名的就是撒旦教。現代的撒旦教教祖安東里維出生在1930年的芝加哥，據稱他在16歲的時候就發現自己身上有超自然的能力，於是就開始鑽研黑魔法。後來他在1966年創立了這個撒旦教會，並且編寫了這個撒旦聖經，將各種異端信條和儀式共冶一爐。但最得意的是，撒旦教会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邪恶。李维虽然推崇这个极端的个人主义，但就命令教徒不得伤害小孩，不得强奸他人等等。因此有人说李维只不过是借撒旦之名宣传自己的哲学，不是真心崇拜撒旦。1996年李维死了之后，撒旦教会分崩离析，其中一个就是恶名昭彰的九阶天使。他们坚信自己才是真正的撒旦教，而且继承自古流传下来的撒旦邪术。他们的创办人大卫米亚特就是新纳粹党属于英国的要员，传闻拥有魔鬼的吸引力和丰富的神秘学知识，声言要推翻所有世俗的生活，变成一个罪恶为名的世界。九阶天使公开支持活人制，认为将一些无用的人，例如流浪汉、妓女、智障等的人作魔法仪式是利人利己。世界上的撒旦教血祭越来越多，例如在2000年的时候，意大利出现了一个专门诱拐儿童的撒旦教派，他们吃完掳走多名儿童而作血祭。又好像在2013年，南非一个17岁的女孩子 Sophia 发现了自己的好朋友原来是撒旦教徒，因而惨遭灭口放血而死。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案件发生，人类就开始发现某些撒旦教徒竟然会在血祭之中吃人肉，而取悦邪神，拿到他神秘的力量。刚才听了影月的讲解，都比较清楚究竟撒旦教和吃人仪式有什么关系。好了，刚才我们听了这么多叫做传闻的东西，不如我们现在去看一些真实的撒旦教的案例，好吗？好，麻煩去一去圖先。嗱，咁喺呢幅圖裏面咧，就是一個美國人嚟嘅。咁大家玩蛇係咪先？蛇咧就即係魔鬼嘅化身啦，聖經裏面都講過啦，係呢樣嘢就。咁佢係一個撒旦教徒嚟嘅。咁佢咧就喺個叫做呢、屠宰場度做嘢。咁做下做下嘢咧，佢就攞即係屠宰場殺牛嗰啲啊嘛，佢啲牛肉同埋啲牛眼咧攞嚟到做儀式，俾人發現咗喎，俾人踢走咗啦，炒咗佢啦，係咪先？跟住咧，佢走去咧揾咗個真係個女人，真嘅女人啦嚇，咁就約佢翻佢屋企度，然之後殺咗佢。點解要約女人咧？約男人唔得嘅咩？嗱，呢個問題問得好啦，因為女人咧就脆弱，即係相對男人嚟講咧，體力冇咁好啦，係咪先？柔弱一啲啦，同埋咧撒旦教儀式裏面咧，佢哋係中意，即係傳聞中係撒旦係中意啲教徒奉獻女性嘅，尤其是處女就最好噶啦，係。應該唔係因為撒旦係男人。所以就要捉女人翻嚟獻祭，好唔公平咯！我又唔知撒旦係咪男人喎？食過嗰句，因為其實即係書裏面冇講話撒旦係男人定女人，仲有啲人話撒旦係雌雄同體添，有啲人又真係話係啦。咁好啦，咁講翻呢個案例啦，咁佢就殺咗個女人啦，然之後仲食咗佢啦。咁當時咧就傳聞中咧，佢有其他教徒一齊參與嘅，不過就拉唔到其他人，淨係拉到佢一個，係啦。咁麻煩再去你下一張圖啊！嗱，呢個咧我哋又見到就係頭先嗰條友啦。即係睇個樣子很兇狠的，攞住把刀咁樣，即係成個即係變態佬嘅款嘅，一看就知道應該是可能同一啲邪教啊嗰啲係有關係噶啦，已經係。下幅圖啊，唔該。呢個又另一個案例，又是美國人嚟嘅。咁佢做嘅嘢咧，同頭先嗰個差唔多，不過咧佢又揾埋佢老婆一起做，就揾咗個女人翻嚟，然之後同佢老婆一起殺咗佢，就又係食咗佢，係啦，進行一啲殺蛋儀式，又是被人拉咗嘅。咁不過呢兩個咧。其實我都很懷疑他是不是真的叫做撒旦教徒，因為美國其實有一個很流行的，美國的警察很流行，就是說他們只要見到變態佬
是不是都是實體教徒嚟嘅？其實咧有很多冤假錯案咧，都係咁樣嚟嘅。之前有三個僆仔，又係俾人屈咗撒旦教徒，係啦。咁後屘證明咗，原來唔係嘅，同撒旦教係冇關係嘅咁樣。咁但問題係佢兩個嗱喺佢哋兩個屋企揾到好多關於撒旦教嘅書啊。咁係咪真係咧？嗱、這、呢個傳疑嘅嚇。咁不過其實除咗美國之外咧，喺世界其他唔同地方咧都有撒旦教去做血祭嘅案例嘅。小夫交俾你啦。係下一張圖，唔該。是沒錯，大家看到熒光幕這個男人呢，我都是胡鬚甩突，是一個人生贏家。為什麼我這麼說呢？他是巴西的大學教授，而途中這個女人其實不是他老婆，是他情婦。但這個男人就跟他情婦和老婆三個人是一起生活，享齊人之福。但這個男人其實有什麼那麼特別呢？其實特別在於在2002年的時候，這個男人George Beltrow， 他就被警察拘捕，就發現原來他做什麼呢？他殺了三個女人，然後將他們的肉蒸成餡餅。咁變態，用叉燒包？是啦，沒錯。他蒸成餡餅之後，他不只是給自己吃、啊、他還要周圍派街坊周圍給人吃。但是就算是這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普通，就是很普通的食人案例，是不是？他有什麼那麼特別呢？就是警察最後在他家找到兩本書、啊、第一本叫做《一個精神分裂者的自白》、嗯、就是他自己畫的一本書。下一幅圖是啦，咁就佢自己畫嘅本書，咁佢咧就變咗就寫咗好多咧，佢殺完人之後咧，聽到嗰啲女人嘅耳語啊，好後悔，然之後覺得精神好錯亂。但係呢個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係咩咧？係佢房裏邊揾到另一本書，叫做《威卡巫術》。威卡巫術就犀利啦，威卡巫術咧喺全香港、台灣各大中文書店均有代售。威卡巫術其實我聽過是美國第八大多人信的一個宗教嚟嘅喎，應該唔關呢啲事噶。係啦，冇錯。其實威卡巫術本身咧，佢係美國其中一個好多人信的宗教，佢係結合咗12000年前整個歐亞大陸的法靈信仰，結合咗塞爾特人多神教的神話，結合咗中世紀歐洲煉金術師巫術時代的一啲魔法。是叫做現代的魔法宗教。但是這宗案最詭異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男人在被人拘捕之後，他聲稱是他情婦，即是剛才那個女人，是他情婦透過這個威卡巫術去控制他和鼓勵他殺人。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為什麼他們要殺人呢？為什麼他們殺完人之後要吃了他呢？原來就是說他們相信食人可以洗淨佢罪孽，洗淨佢咩罪孽呢？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吊詭嘅悖論嚟。佢就話佢殺人係好重罪啊嘛，大家都知道殺人係一個好嚴重嘅罪，好多地獄。譬如聖經裡面即係十戒啦，十戒裡面有一戒就話 Thou shalt not kill 啊嘛，即係你不可殺人。係啦，殺一個好重罪。咁點樣可以洗淨殺人嘅罪孽咧？就係、是、殺完人之後食咗佢，透過將佢血肉擺入口、擺入胃度消化，然之後就可以洗清佢嘅靈魂，就可以上天堂啦。即但去到依家，我哋已經唔知道究竟呢單案係咪真係關於巫術啊，定係純粹係呢個犯人自己嘅自辯？因為呢個人已經坐緊監，我哋再冇辦法再探佢啦。係啦，冇錯。而喺冇幾遠嘅將來啊，2008年發生咗另一單更加可怕嘅案件，就相傳同撒旦教非常有關係，就叫做666事件。咁就俄羅斯有班少男少女，咁咧就請咗另一班少男少女，就途中呢四個啦。咁佢哋就去到一個森林裏面就飲酒啊、開 P 啊，好開心咁樣啦。即係 rave party 嚟嘅，係咪咧？係啦。咁當中牽唔牽涉淫亂嘅情節咧，我唔知道。啊，係啊，我希望唔牽涉啦，係咪先？係啊，咁我冇份啊嘛，因為係。O K。係啦，咁但個重點就係咧，派到去到中途啦，咁發生咗咩事咧？就係話本身請佢哋去嗰班後生仔啊，就禁固。殴打同埋傷害呢四個人、而且喺佢哋身上邊戒咗666刀去殘害佢哋。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六即係所以影月你要小心啲喎，下次人約你去啲咁嘅 rave party， 你都真係唔好咁隨便應承喎。其實佢哋係咪會選擇啲弱小啲，所以三個都係女仔咧？其實個問題就係、好奇怪地，由頭到尾我哋見到歷史上宗教儀式好多時都係犧牲女性，我都唔知點解。其實呢個好吊詭嘅情況，但係。大家見到666係啦，咁就係一個魔鬼嘅數字啦。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依家香港人喺香港社會新嘅魔鬼數字係777啦，係咪先？咁但係呢個唔重要嘅，冇錯。係啦，
咁但係最恐怖嘅係咧，警察喺拉咗佢哋之後咧，喺犯罪現場咧係揾到好多好多好多撒旦教嘅符號，而且佢哋係亦都有現場即搭嘅燒烤爐，係做咩嘢咧？就係嗰班人殺咗呢四個人之後咧，將佢哋嘅肉燒烤攞嚟食。係啦，咁你見到圖中呢一幅咧就係撒旦教嘅符號。點解咁講？因為其實撒旦教嘅教義係乜嘢咧？撒旦教嘅教義就係敵上帝 ，adversary 啊嘛。係啦，反聖經，所有聖經入邊出現嘅嘢咧。只要相反咧，就係撒旦教嘅符號嚟啦。咁聖經我哋見到十字架係點樣噶？上短下長嘅。係啊，冇錯。所以佢依家就調轉。係啦，所以佢依家入邊咧呢幅圖咧，上長下短十字架咧，就是、一個撒旦教嘅符號嚟嘅。咁但係最吊鬼嘅係咩咧？最吊鬼嘅係發現到啲撒旦教嘅符號之後咧，咁警方就審問嗰啲後生嘅犯人啦，嗰啲變態犯啦。咁有一個男仔就同佢講啦：，你咪拉我咯，冇問題噶，我係唔會受到任何審判。點解啊？因為我已經透過食人肉。我獻祭俾撒旦，撒旦去保護我嘅，係啦。咁然之後咧，另一個男仔咧就話啦：，我本身咧其實都想信耶穌嘅，不過咧就信耶穌冇錢揾喎，知唔知點解啊？點解啊？係啦，就因為咧耶穌咧叫佢做好人，但佢揾錢嘅手段咧就是、打家劫舍、家庭勞量，咁淨係撒旦需要鼓勵佢咁做嘅，係啦。所以佢咧就一定要改宗撒旦啦。咁啊呢單案咧最後都係不了了之嘅。咁其實睇到啦，喺世界各地咧都有呢啲咁嘅撒旦教徒去血祭啊，同埋喺血祭過程裏面享用人肉啊呢啲咁嘅儀式嘅。咁不過呢啲咧，我自己又抱持一個叫做存疑嘅態度嘅，因為點解咧？嗱，真正嘅撒旦教徒喺度做獻祭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唔係話任何日子都可以做獻祭嘅，佢哋要揀一啲特定嘅日子嘅，譬如萬聖節啦。譬如復活節的前後才至會做血祭的。咁而頭先睇過啲案例咧，睇落又真係即係佢哋揀日子咧係隨意嘅喎，隨機嘅喎，係啊。同埋咧要進行一個撒旦教儀式咧，係要好長時間嘅，有可能係半日，有可能係兩三日咁去進行嘅。頭先嘅儀式咧都係比較短嘅，一晚可能搞掂你噶啦。即其實佢哋係借呢個撒旦教之名去做一啲即壞事啊咁樣啲嗱，其中咧我又講一個案例啊，俾大家聽啊，睇下佢圖先咁樣。係啦，嗱，我喺圖裡面見到四個人嘅咁樣。嗱，呢四個人係咩人咧？好出名嘅，叫芝加哥開膛手四人組。咁呢四個人咧就專門咧喺深夜嘅時候嚇揸住架車喺個街度咧隨意去揾一啲叫做夜歸嘅少女。咁然之後咧，將啲少女綁架翻佢屋企，就進行呢個血祭嘅儀式嘅，係啦。咁主角係邊個咧？主角咧就係右下角有個男人，最靚仔，係啦，冇錯，就最靚仔嗰個，最靚仔嗰個，睇落最靚仔，原來最邪惡係佢嚟嘅，係真係估唔到啦！靚仔冇本心啊，真係靚仔唔係好運嚟嘅，真係我想講一句。嗱咁咧，佢哋會做啲咩咧？就是、捉個女人翻去之後咧，打佢啦，強姦佢啦，仲會切咗佢哋乳房出嚟。係咁，要嚟做咩啊？嗱，切咗乳房出嚟做咩咧？有食有食啊嚇！但係更加重要係咩咧？更加重要咧，佢哋會將個乳房擺喺個廳嘅中間，咁個廳咧就會畫個魔法陣嘅。咁然之後咧，窗口咧就用紅布全部遮曬佢啦，四面牆都會用啲血嚟畫翻個魔法陣。咁啊，進行一個儀式。個儀式咧，我相信好快就完噶啦。點解咧？嗱，嗰個主角咧，嗱，呢個叫羅賓啊嚇，羅賓佢就攞起本撒旦聖經嚟讀嘅，就讀其中一段嘅啫。就係咩啊？就係話，我就相信咧，我哋人類咧其實係動物嘅一種嚟嘅，唔會比動物更加好，亦都唔會比動物更加差。咁樣讀呢一段嘅啫。咁另外三個人都有做嘢喎，做啲咩咧？喺度自續，係啦。最後咧就對住呢個切咗落嚟嘅乳房咧，嚇打啊，即係咩事啦？點解可以做到呢件事嘅？呢個就係我哋普通人同變態佬嘅分別。啊，冇錯，即係都係心理唔正常喎。有可能係點解咁講咧？因為呢班人做嘅所謂撒旦教儀式咧，其實喺撒旦教嘅經典裏面咧係唔存在嘅，係佢哋自己幻想、自己自創出嚟嘅啫。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俾個名佢哋嘅叫做變態或者係心理變態嘅撒旦教徒，意思就係話一班心理變態嘅殺手、連環殺手，借用所謂撒旦嘅名義。去做一些即係邪惡的事情，咁其實頭先影月嗰段片都講過啦，撒旦教其實係咪真係咁邪惡呢？係冇錯，係有啲激進嘅撒旦教係會鼓勵血祭嘅，
但是呢如果正統的撒旦教來講的話呢，其實裡面一些東西是叫做跟你看本聖經沒有分別的，叫你啊即是保護小朋友啊，叫你啊去到人家的地方要尊重人家啊，叫你不要即是未經人家同意拿了人家的東西啊，是啊，這些東西。不過他們有一件事很強調的，就是說這個世界上是沒有神的，唯一的神就是你自己了，只要你自己遵從你自己的欲望或者遵從你自己的想法的話呢，其實這件事呢是沒有對與錯之分的，是啊。那有些所謂的可能即是變態佬啦，或者是一變態殺手啦，他們就執著這一點，就認為他自己的行為是沒有錯的，是的，只要忠於他的欲望他就是對的，沒錯啦，就是這樣啦。那不過剛才我們看到的都是一些叫做變態殺人教徒啦，但是呢其實在網上呢也都流傳著一些所謂真的撒旦教徒的，是的。那接著下來的案例呢我們下一節再跟大家分享。